听说过英国的食物有那么一点臭名昭著。不过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两样英国传统的美食，相信一定可以还英国餐饮一个清白。这第一样就是著名的奶油草莓。At Wimbledon, the strawberrie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tennis, and without them, it just wouldn't be Wimbledon. I'm American, and I come every year to Wimbledon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 with the strawberries and cream, and of course the pims and the great tennis. 英国人吃奶油草莓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6世纪，它来自现在著名的旅游景点汉普顿宫的厨房，是皇室盛大晚宴之后清爽可口的水果小点。而以英式贵族花园为建造理念的全英俱乐部，自然也就不会少了这个最传统的食物。官方指定选用来自肯特郡的草莓，因为产地距离伦敦只有不到50公里，所以大家总能吃到当天一早新鲜采摘的水果。根据赛会的预测，今年温网将消耗掉约14万份的草莓和7000升奶油。介绍的呀，是我手上这杯英国传统的水果鸡尾酒，它有一个很棒的中文翻译名，叫飘仙一号。去年在温网，观众们一共喝下了大概23万杯飘仙一号。深棕色的酒体加上清爽的柠檬汽水，再以养眼的草莓、橙子、黄瓜、薄荷等果蔬所点缀，喝下一口，夏日的暑气尽退。而正如它的名字一样，一点点小小的酒精，真的会让人飘飘欲仙呢。下一次在电视机前收看温网的时候，不妨就来上一份草莓和一杯飘仙一号，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温网吧。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社交平台，我们将会在上面发布具体的做法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切换到台湾综艺风。超赞的哟。